待啦！我成个人生都玩完啦。首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日本 AV 女优素海林绘丽奈 Irina， 近期成为了全城热话。观众固然关注她在成人电影中的演出，然而她本人接受香港另一访问的时候就曾经表示，未来会以参演非十八禁影视作品作为目标，展现她真正的演技。而早前她为关怀艾滋拍摄的微电影《沉闷之事》第一集日前上架，她在戏中控告出轨的丈夫传染艾滋病给她，由平静答辩去到拍台大骂，简直是演技大爆发，令人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。